감사합니다. 참고 큰 듯한. 他们现在蛮凶的哈，也想给你讨论。我做一个北朝鲜的，不是，干什么东西啊？越穿越小心。好，以上他们都不能接受，还能接。还有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动我音响的音量，还有换台或者换音乐。比如说，我正在听一个我最喜欢的电台，正在放好听的音乐，然后呢，我的音量是正在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音量，他就要觉得说这个歌不好听，他关小声。或者他换另外一台听，然后不先跟我讲，这个我就觉得很不 OK。我觉得你是不尊重我嘛？现在是我的车，我在开，我在听我喜欢的音乐。他会不会觉得他是这台车的女主人啊？那不管嘛，那车还是。